挑战者杯盔甲队伍有多离谱。不够的，这感觉有点黑甲，有一点不管什么经济打上去都是五五开的感觉。EMC 是征召，我还是看好 EMC。这也是我们对都。哎，紫金这波被连了一根线，然后被这神抬了一下，直接嘎了吗？紫金怎么直接嘎了呀，兄弟们？我在 P 图呢，下猪也没了。下猪还要进野区，骚扰你。哎，这一波成绩没有把蓝 buff 拿掉的紫金崩了，就输。减速了。完了，是的，亏亏这一个。是怎么打？结束了，炸穿，兄弟们，打个灯。已经在开始。直接开始骂人了，嘴巴里面。紫金说：玩个灯，玩个灯，玩个灯，玩个灯。这把翻不了了，这把 EMC 拿什么赢？此时落后6000经济 ，EMC 居然莫名能打赢团战。这局我想杀，还没杀掉，难道翻盘的契机要出来了吗？外面这局，二技能往中再抢线，小环还想挤，看不明白有时候。这边来直接杀，秒一个，秒两个，对喽，对的嘛，这个就是伤害，也得丢。是。准备把专业打工资上，好不容易打回优势， EMC 上单掉点，一下又回到解放前，葛大爷都看沉默了。不是这波技能操作都失误了，好近，对，被拦住了。所以小怀站在正面被这个虞姬打得很难受。究极冷静了下来，灰灰的猪八戒先死了，东哥的局势反转再反转， EMC 出来后又打赢团战，一波反推 GOG。好家伙，正面乱成了一锅粥， GOG 要炸，这一没了，让我们恭喜 EMC 把比分扳平了，专业比一。这盔甲比赛看不明白，有时候。